我摇滚，我流行，我10倍的女人味。Senorita 是佳人的10倍的进阶版，不管从舞蹈动作还是女人味都多了很多。我觉得有遗憾是好的事情，就像人生一样，如果一帆风顺，没有任何的遗憾，很挫折的话，那可能你就不会体会到更多完美的瞬间的可贵，珍惜那些更值得珍惜的瞬间。不知道，可能得有合适的契机就会唱。譬如是一些乐队啊，比如说 Blink 182啊，或者 One Ok Rock 啊，都是比较摇滚风的，乐队范儿比较浓的。小红书。